Hello， 我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Hello， 我江哥，今天来跟大家介绍这台可爱的小坦克车啊，看看小坦克车，哇，超复古的，它有点像是那个，二战用的坦克车吗？不确定哦，我们上去玩玩看吧。哦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入侵与说服的坦克车。哇，好小哦！哇哦！它是机枪的。哇哦！而且弹起来耶，弹起来还有机器就对了。哇哦！喂！哦哦，好好笑哦！还有。喇叭声音是奇怪，喂，应该有其他的招式吧？我看看，目前就这个，应该可以换啊。啊，我去改车网改一改，搞不好可以换呢。超小的，我看他第一人称，炮管啊。我被撞，被撞啊！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咱们瞧一瞧，可以改什么 ？OK， 所以它有涂装可以改。哇，好帅哦，好可爱啊！咱们选这个好了，喷漆有什么主色调的颜色可以换？哇哦，武器嘞？武器有火焰、火箭、电浆炮。我们一个一个试啊。你看这个火焰发射器，哇！哇哇，好酷哦！烧了烧了烧烧哦！为什么车子不会爆？看看地震声烧起来，哇，好酷哦！应该是可以类似像那个斗技场一样，可以打架用的吧？这甚至是火箭哎！为什么车子无敌的啊？好了，两发啦，那台车子还蛮硬的哦。来，去试一下车子。要走！哇！要两发才可以爆哦。超 Q 小坦克，哇，雷射炮，哔哔哔哔哔哔哔，哔哔哔哔哔，哈哈，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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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这攻击力还蛮大的呢，感觉这比较厉害啊！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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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，哈哈，好，我们的小坦克介绍到这边了啊！喜欢帮我按个赞啊，不喜欢呢也帮我按个赞吧，先这样啦，拜拜。